开枪之后找一个13号的扳手，然后把这个螺丝松掉。碰我不会，我会拆，我会搞破坏。哎呀，你把这个车安了吗？然后把这个银色的杆子按照方法步骤把它装进来，好，嗯，这么高，然后找4号扳手把这个螺丝取掉。能把这个坐板从这个方向放上去，把这四个螺丝，袋子里面有4个螺丝，这种螺丝依次把这4个螺丝拧紧，然后袋子里面还有一种这样的螺丝，把这个螺帽拧下来，螺丝穿进来。然后把这个螺丝拧紧，拧紧了之后把这打过来，这个按进去放，然后就再把这个碟给扣上，然后把座椅插上来，把这个松一点，把座椅直接插进来。然后按照座椅的平衡把座椅调好，座椅调平衡之后，再把这个下边这个螺丝拧紧，这个螺丝拧紧。然后把这个螺丝这个拧紧了之后，然后把这个扣紧。